姐夫，我阿姊就交你啊。等下吼，大家来翕相啦！啊，有结婚证书，啊，搁有仪式相片，去公所里户口较方便啦。伫户口。不要紧啦，咱一步一步来，吼。不要白目，不要白目你。啊，好啦，大家来翕相啦！我今仔日吼证婚兼领证啦。啊，翕相机你会晓用啊？吼，当然嘛会晓。阮咧做印刷的时阵吼，常常嘛用着相片。我唔知侬搞假啦，这个半自动的，会当定时的咧。哦。后壁徛到我的啦，阿咪啊，你边啊让一位我啦，我等下试哦吼，你算一两三，我就会装过啊啦。哦，来。来来来，来进来。哎呀，你冲啊！是你啊！哈哈哈！别啦。啊，搁一届，搁一届啦！买个活动啊啦！干啥鱼啊？准备啊！顺利嘞，顺利！好啦，啊，刷啦吼，要去新郎甲新娘的相啦。啊！啊，其他人吼，徛到边仔啦。啊！恁两个吼，徛起，啊，徛到后壁啦。来来来。啊，新娘今仔日妆较水，啊无较俏咧。咦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就对啊啦。来哦，一、两、三。啊！啊！搁一张。多谢大家啦，谢大家，吃好吃饱呢，哈！来来来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别客气哦，尽量吃，尽量吃，来，分钱哈，金宝退钱，多谢多谢，来，林珠，退掉哈，多谢多谢，哎，你坐啦，坐坐坐坐，来，你先你坐啦，来，多谢大家，我敬大家，来。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想袂到哦，英杰这么早结婚啦，啊，阮阿婆同学也是知影，一直行到老厉害啊！先生，我甲你讲一声，恭喜！先生真正安尼讲啊？新娘有果然眼光好，新郎将才人人播。认真打拼，真苦苦，婚姻美满，无烦恼啦！哇，是啦是啦，太好了！哎，对对对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啦！哈哈，哇，吃饭啊啦！来来，紧吃紧吃紧吃！好，等真久，等真久。爱吃好玩哦！做做搞的呢，没问题。哎呀，米阿姊，你上爱的。哦，阿姐。啊！咱结婚时阵哦，是安那无想到叫煞门来做总婆啊！这道哦，比咱办桌的菜搁较澎湃呢。是啊，哎，这是我食过上好食喜酒啊！真正足香的。啊，因两个吼是袂赴啊啦。啊，不过你若要结婚，你跟我讲，我替你办。好啊，我会当我满月酒啊。啊，那个平姐啦。哎，你是妖怪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耳朵摸你去，谁都别进来。刘英杰，林金芳，你写错啊？多少？今仔是我甲明珠结婚的日子，金妈，我已经是正式的阿母啊！结什么婚啊？证婚准的，真正是乌白来的哈，无无数的证书，无上帝的祝福，甚至无爸母的同意，你嘛敢讲你要结婚？你是甲爸母的意见丢家门哦，还佮上帝家人放袂起心？无采我你该栽培，你建造一件无下不得的代志，
上帝嘛有甲人教示讲，爱甲家己所爱的人做伙一世人。我是大人，民族是我爱的人，搁请朋友替阮做见证。你看，大家都已经签名转去哪？办公会的婚礼根本无准守，你做事都嘛差不多的，无只好家己后生婚事真孝顺啊，搁来只破坏。你看因两个明明都结婚来结四配，阮家因办婚礼哦，欢喜都袂有啊，是凭啥物来只主动来只人糟蹋？是啦，做人是大，袂好受超过啦，一点仔认真你敢有捌心？真正的婚姻是要互相地祝福，即款连爸母拢无同意的婚姻。根本无可能幸福，阮家己的幸福，阮家己的追求，家己的经营，就算无倒上脚上的祝福，阮拢是正阿母，真真正正的阿母啊！你搞上去，我无爱跟你上去啊！连脚上已经互你气啊昏去啊！莫再用脚上来甲我呛啊！脚上根本无破病，拢是骗人的。你今仔日若唔转去，咱爸仔囝做到这为止，赵家的户口从今也无你的名。主婚主持公道的时段，嘛拢无。东山吼，就无应该阻止我去啦。那是我看到迄个叶明珠吼，我什么话都免讲，先甲扇两下嘴巴，看伊会清醒未？先生哦，就是今日伤过激动的，影响到身体。来啦，先啉水，喘一口气咧。咱即马哦，都爱较冷静咧。哎，真正要甲我气死呢！我先想下，看我应该来做出一款傲步。哦，伊即马是安那，当作无爸无母，无话无听。我咧想，应该是想袂出这款步数啦。对，就是叶明珠，这款查某吼本底就无正牌啊啦，一定是伊伫边仔咧甲塞人，无法应该哪会可能做出这款代志啦？哎呦，东山啊，你定一定爱赶下夫甲因阻止啦。对啦，一定爱赶下夫，一定爱甲因阻止的。明珠，刚才你有发现呢？赶紧来甲阮讲，啊，若无吼，咱等做这柴米煮成饭。好在香港，我唔敢想。迄嘛是因为副会长一直有咧甲我提醒啊，叫我一定爱注意。所以我今仔日吼听到明珠咧无闲，佮甲三虎转来我遮，我就感觉足奇怪啊。只是想袂到，因竟然会这么大胆。副会长，我看吼，我还是先来踮咧遮好啊。啊，若无等下先生，若是甲英杰带转来，啊，伊看到我伫咧遮，知影就是我来报马啊，一定会足讨厌我的。哎呦，敏宏，你太安尼讲啦，有我甲先生吼，互你做瓦克，你免惊啦。你这个媳妇吼，我是一定要爱啊。
多谢副会长这么疼我。啊，不过即马这种情形，就算是恁爱我这个新妇，应该嘛无一定愿意娶我。我嘛无希望用强迫的方式予伊接受我。什么意思？我会等甲英杰对明珠死心，才来偷偷予伊了解我对伊的心意。我愿意等伊心甘情愿娶我做某。这个戆囡仔，安尼就爱予你等呢，你受委屈啦。我相信，只要无明珠咧阻碍，英杰总有一天会了解我对伊的心意，伊会愿意接受我的感情的。这个查某囡仔吼，真正足得人疼的，我一定会予伊嫁啦，娶你做某。牵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。